大家好，我是宝妹。好，喂喂喂，好、哦、来，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伯、啊嗯。来，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113年九月二十五号礼拜三，赶快请阿伯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来服务主持两点钟，新农播客站。来，今日是咱拜三的暗头时间。唔知讲乡亲，你有感觉吼？旁边感觉讲时间呢，即过真紧，上班的日子真正足恐怖。虾米？今日拜三？不过我今日也是唔家日子吼，写唔对。我以为今日是二四号，我一直以为今天是24号，所以呢，即写起来资料呢，拢写二四号。实际上我知影讲今日是拜三，我也知道说日子过得很快，所以呢，一转眼你看9月25啦，月底啊呢，哦，月底了，怎么这么快哈？啊，下个月呢，就是很期待一年一届这吼农机展览。交做朋友呢，尤其咱做些乡亲，可能等呢，就是这单子一天。希望讲伫咱新的吼，算讲今年的这农机展览呢，看有啥物款的住宅会当购买回去无？即个大环境遐尼啊无理想的时阵嘛，希望讲有国家这厂商呢，会当释出更多的一些吼，善意啦，吼，甲物件咧，价格部分咧做一个调整啦，还是讲吼降价啦，还是讲有打针啦，吼等等的一些促销方案。当然，即届呢活动，新农电台绝对吼嘛爱倒诶，算讲倒会着车班，咱咧好朋友吼放心吼。10月1号开始，你会听到阮诶一个吼放送广告，好你呢，原队呢1号开始听，听到吼农机展览，不要紧，你阵无买着，你买当吼听到月底再过来搬回。但是到31号的时阵，你卖甲我讲啊，宝妹，最后一天过来吼休息者，我拜托的吼，今年呢那是这种经营，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就是在31号以前呢，大家呢把订单呢，还是把这个想要购买的资材给他好好的想一想。咱希望讲伫个最后一天呢，卖个塞车吼，卖个出现迄种问题，啊无吼就歹抢。实在是很晦气的，门口也很难准备的。那希望大家呢，今年呢，想要购买玉米树的朋友，你可以呢，没关系，就多买一下。想要在家里的乡亲也是一样，想要在生长树的朋友，更加是爱吼，再等几天啊，吼，原队从1号开始，咱的活动就吼开始进行。我们不会说，吼，只有农机展那三天啦，没那么多啦，知不知？因为怕说话的听友呢，不一定说会到现场，所以我们一定吼平常从10月1号开始，但是你来到现场，或许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这当吼甲大家小讲一下，在现场当然跟你用安尼寄送的会有点差异，可、就是你提早寄送的吼，一定是有一点啊差异。啊，你讲安尼听你安尼讲，我是不是到时阵才来寄吼？你来现场绝对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送你啊，但是呢，如果用寄送的，可、就是但呢促销方案是安怎啊？可、就是安尼吼，所以。先跟我们乡亲呢讲好明白，才会吼造成日后有一个误会。那今年呢，我们的一些微生物菌的部分呢，也要送，送大家什么？送一些衣服，还有送细甲站哦。啊，到底要安怎送？第一集讲呢，但是这个部分呢，只有到现场吼才有诶。吼，咱来先讲，因为伊的量有限，伫这个部分我们准备的量是有限的。那如果说伫迄2-3天呢，啊送不了。啊，回来电台有人购买，啊，宝妹会当给你买，当然嘛会用啊，是不是？价位水亏，啊，无衫裤留伫遐，我还是四家站留伫遐，是不好想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来到现场啊，如果完了就没有了，那你准备吼200万那样在衫裤，我、到时候呢要送给大家。那颜色呢，其实还蛮好看的，哦，很混哦，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尤其老师，老师的皮肤白吼，穿起来实在是有够好看。然后阿宝老师穿一件衫裤，我那。干嘛讲一起去裸欢等来哈？就是去南洋了回来哦，我好像仿佛看到小丸子里面的那个谁，爷爷嘛？啊，不是爷爷，你怎么会有那么老？可是干小丸子就好哎，因到九五级哎，那个什么苗，我说想用袂记，花轮呐、啊。好，点点就讲哦 ，baby， 温刀就有钱耶，所以温刀也可以到位哦。想象着这个南洋风哈、哦，所以老师昨天穿的就是很南洋风的这个味道哈。爱跑个北，人讲哈，人若跑个北呢，啊，一北呢个印什么？就好看啊，反正那个是就是印三丑，对、对哇、啊。你看啊，是安尼，可是你干嘛讲老师呢？啊，我同事啊，跟我有一个新来同事，我问我，因为阿爸老师的皮肤怎么会那么白？我讲人天生丽质啊，但不能跟人比，我们不要跟他比。但是老师呢，昨天就是穿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啊，真正是就休闲的味道。所以今年呢，
咱龙旗展览，咱这个要赏的山哈，也会比较休闲味。但是呢，为人惊垃圾或怎样，所以底下在色泽的部分呢，宝妹有稍微哈挑选了一下，希望到时候呢会让大家喜欢啊。至于呢，还有什么样一些丰富的一些哈活动，洗稿呢，后边又立本在了。因为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把这一系列的活动呢，先跟大家哈来做一个说明啊。今年呢，电台的位置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咱赶快呢，会拍到日头，所以呢，你来到家，免讲甲阮讲，哈，啊，你是安怎今仔这种位？所以呢，这个好消息就是，今年呢，太阳呢，依然会照耀着，我们，所以大家呢，来到现场呢，可能会有点热，但是我得准备哈，一个矿泉水哦，大概呢，稍微降温一下下，不多啊，这运气太好哈，关我照线呢，加这日头呢。可是呢，没法度哦，稍微有一点点，分离啊。不过这些人哦，恭喜在拍电影，就是做也需要太阳嘛，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哦。所以太阳公公说，你不可以哦丢下我，好吧，就让你跟着吧。因此呢，今年咱的位置是伫一 A B C D 的一38。到44号，哇，七个位置呢，是的，七个位置，所以该看过啊，免烦恼。如果那是叫我的头，那个先个边啊，你看啊，哈，好来，到时候呢，个边看啊。但是老师啊，宝贝以为讲今日咱家落雨呢，结果还好是没有。所以这两天呢，那情形吼，有浪姐要看火棒哎，但是听讲吼，未来两三天呢，下雨的机会还是有，只是讲比较较偏吼，底下在东北部这个部分，咱家呢下雨的几率呢会稍微吼，比较减少了。但是呢，这东北季风要吹来啊，啊，今年呢有一个现象。今天有些什么现象呢？就是雨水的问题。这个雨水呢，有可能是因为风台。你看上海，你看吼，近前的这广东、广西这，包括呢，在越南，包括在韩国，吼，啊，还有多位日本，吼，最近呢，拢是饱受雨水之苦啊。过去呢，咱感觉讲落雨啊正常啊，但是落这么多的雨水，造成这么大的灾害，确实让大家呢，真的是、苦不堪言。韩国最近呢？因伫个全罗南道呢，嘛因为这个雨水的关系，加上造成因的一个作物吼，因的水稻吼，啊，个因拄种的一个大白菜，包括我看因的一个小树吼，也因为大量的这个砂石呢冲刷下来，啊个毁掉啊，啊这水稻呢可能眼看哦，再过不了多久就要采收了，但是呢也全军覆没，付诸流水。啊，干嘛讲吼？因干嘛讲真正唔捌拄到这种情形诶？伊讲进前呢，咪热甲呢，蔬菜就歹照顾诶。结果呢，佫来一下大水。伊讲喊呢几时真正无想要拄到，但是今年可喜欢拄到。所以所谓的这个洪水，这种水患的问题，那亲像是伫个未来呢，好像我们要去，你讲要安怎克服？哎，很难克服呢。这个水患你要怎么去克服？啊，这想一想吼，那天公伯啊，伊那是讲吼，雨水要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你阿讲啊，卖落卖落，迄无可能的代志。伊嘛不是讲迄个开关啊，关的，阿个落阿关的呢，阿个停，就是不太可能嘛，吼，就是一开一关不太可能。所以今年呢，这个问题哦，我们这里发生在欧洲地区也是一样，近近呢，伫个好像是克罗埃西亚是对几嘞？反正就是在中欧还是东欧，大概就是那个位置，也是遭遇到哦，汉内归西的这类大水，所以英国讲吼，林刚呢这种代志已经不是讲哦，什么几年一遇、百年一遇哦，以后可能未来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事情。我唔敢讲常态，我希望讲卖是常态，偶遇为之，甚至于不要发生，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你唔落个嘛，唔落啊！一路呢，落个呢，雨水透未去，结果呢，造成呢，真侪所在有一类吼问题发生。啊，个不但呢，作物有损失，咱的财产有损失，甚至讲，因为假大水的关系，个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这真的是我们不愿意热见的啊、哦！所以老师，这个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呢，那么是爱来关心一下。问题是热障碍，哈，还是讲修炼哦？或许我们还可以稍微用一点点资材去克服。但是你讲这大洪水，跟你淹干的淹砰砰的，那看到作物的时候，你接着当工，算了，顶心来吧，是不是？都像宝妹讲的哈，大概就是今年这个第十四号一个洪灾嘛，哈，一个叫做葡萄山，哈。我伊迄路径呢，本来就是我那像
安尼正正吼，别位上海也过，哇！迄上海惊者虾米死吼，即进前已经得复一个，得已经拢密密麻麻，即个对后壁过来呢，是毋是会足吃力嘞吼？所以啊，即、这个全部神经拢抓按起，啊不不啊，你伫即个因为稍微在到上海啊时阵，稍微转向啊。那么朝向东北哈，这位朝鲜半岛哈，这韩国这边去哈。那么真济的出现真啊，这个新闻内底形容讲夸张的雨势哈，这落大雨，所以啊，这个一点钟哈，一点钟落这个110毫米哈，这当然对一个所在可能会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对台湾来讲呢，啊，真的可能有的讲，哎呀，这暗咧唔八怪啊。对咱来讲，这个好像也是蛮多的哈。啊，只是讲伫因这个稍微在北方一点点哦，啊，北边一点啊，因咧足去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雨，所以这两天呢，到就伫落300毫米啊，两天落300毫米，伫咱家是感觉无安怎哈。啊，但是呢，这个伫啊，韩国呢，做在这所在哈，并讲的发生呢，吼，甚至为啊，伊一直累积吼，就是讲这个300啊，虽然雨变较细，但是继续落哈，累积起来呢，这个500毫米的这个雨量，那么这种呢，可能的较早唔捌落啊，这所以一寡这个都市的设计吼，所以会有一点点差距哈。啊，这甚至呢，就是讲啊，有的所在呢，土石流啊，流掉去哈、哦，出现着个天坑哦，这就是讲一坑啊，唔知位堆来哦，这真正是淡薄啊多啊，这车啦无去，什么哈、哦，这拢是造成咱啊，真大的一个就是很大的损失啊，足危险的哈、哦，这那么甚至呢，这个有人呢，哈、哦，就是讲叫这个大水给流去哈，诶、哦，相片甲看起来呢，啊，伫这个釜山这个所在哈，在看相片，其实还蛮吓人的哈、哦。那么真侪这个所在，因为这个落大雨，这个地基无去，迄个出现呢，晒下就一个窟啦，吼、哦，你唔知吼、哦，这较早阮一个同学呢，啊，伊这个人有时啊，吼，真地讲这无常啊。哦伊桥都要徛，伊足高嘢啊，去补习吼，即个算一准顶课嘛，吼，重考啊，重考去补习啊，徛，因为啊，即个想讲无即个马仔要马后日吼，佮过两三工要考试啊，早休困啊，即个反正呢差不多啊，吼，徛，就倒转去啊，为台北要转去家啦，我的桥都摆落雨，徛，那嘣一下就落落去即个天坑内。对，落落去咧，嗯，哦啊，所以，哎，好个在因这户太有咧哦，那么这个干嘛讲哎怪怪哦，然后他就啊，这个去甲吹哈，吹啊，这可能运气好了哈，因为伊咧不浪，伊不是完全差不多，然后就是讲伊可能水有下掉啊，人跋落去伊内底啊，跋落因内底，啊，伊可能是陷车啊，是安怎陷去路边哦。塞者密密麻麻，所以呢，这个联考的时阵嘛，无在调去考试哈，所以那但是好加载啊。后来呢，经过了半年的休养，就还好。嗯，但是呢，这个用足危险，所以落雨天出门啊，你的开车桥得歹哦，特别要啊，特别爱上当的这个小心哦。那么这个风台哈，这个都讲讲的，这个葡萄山哦，14号这个风台呢。那么这种呢也是还挺吓人的哈、哦。那么这个韩国啦、啊，甚至到日本这家哈，这日本呢，因在这个能登半岛这个所在呢，哈，伊嘛是赶快呢啊，这个也是下大雨哦，所以呢，这种呢的还是蛮尤其咱常常咧讲到这个风台哈，风台来的时阵呢，大概伊所造成的直接的就是风，过来就是这个落大雨哦。因为伊引进的这个气流，所容易生病哈，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关心它哈。那么目前哦，在咱太平洋的这海面上有一个编号，18号第16号的这台风，在今日下晡2:30哈，中心位置在北纬28.2度，南经133.9度，所以。这是台湾的这个东北面哈，所以这是为日本那边过去哈，对咱来讲呢，影响相当的这个势哈，基本上应该是当讲啊，对台湾是无直接的这个影响，
啊，有这个风台了哈，有可能的这个风台伊那是安尼过去，有可能这个东北季风的形刷去哦印得开哦，所以明仔在后日哈，这个受到东北季风的这个影响，那么水气哈，因为有这个风台的形成，所以这个冷热的这个交替的时阵。有这个水气吼，水气也比较较侪，那么所以呢，在咱这个吼呢，就较容易北部这所在吼，较容易有一个落雨的这个机会啦吼，尤其桃园以北啊，东半部地区，那么这落雨的机会，啊，西啊，咱中南部这下应该是下雨的机会吼，落雨的机会变较细吼。啊，二十八号就是这个礼拜六，二八二九呢，东北季风佫继续增强，佫有一个。这时阵呢，这个风台吼、哦、有一个热带性低压吼，这种呢啊天气有一点啊较混乱啊，但是落雨的这个机会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北部啊，但是南部这些家吼还是要小心吼、哦。所以呢，第这礼拜呢，可能就是讲啊，那是落雨呢要到下周到这个十月一号加过去呢，啊应该都一个热带性低压吼、哦，所以这个落雨的机会就会慢慢吼、哦、啊慢慢的来改这个增加。对，最近。啊，这个我好朋友讲，哦，啊，我那灌溉的啊，吼，这嘛是袂堪的吼。但是咱啊，比如讲咱咧种瓜啊，吼，芋啊啦，吼，西瓜啦，吼，这些物件，这种在这个雨季吼，就是落雨吼，这在这个时间吼，就是骨力的提起吃吼，骨力的，安怎讲骨力的提起吃吼，就是讲咱会当。这个在这个时间的时阵，我就讲在这个当这个时阵的年年哈。那么怎样讲，这个是落雨机会较大啊，落雨机会有这落雨落大雨的这机会。那你落落肥哦，就是爱比平常咱一分的一包哦，咧落拢做正常哦，40公斤哈。这个多数拢啊，我一分地落40公斤应该不算多哦，是不算多。那以今嘛来讲。啊，但是伫落雨天有可能呢，这40公斤吼，伊若去用油开去的时阵呢，那么这对咱的一个损害的比较较大吼，可能呢做不得站袂了啊。所以伫遮再次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吼，就是讲啊，一定爱注意，就是讲伫这个雨季的时阵吼，对，反正呢就是还是那一句老话吼，就是讲这个骨力的提起吃啊，骨力提起吃。那么只有就是讲啊，破冰箱啊，那落较少嘞。就稍微下少一点点，这个落较少一挂，这个少少的啊、哦。那么呢，啊，这个少少啊呢，啊来加以啊，这种落一束啦。啊，咱内当安尼少少安尼落一束啦。那么万一那是落雨的，落大雨落来，肥会扬开啊。伊讲啊，我因为你用的迄种是迄个控湿肥啊，无迄肥拢会扬，叫做扬出来。引出来的造型，咱的这个啊，就很容易造成伤害。好、哦，这个伤害也得变作伤咸哈，啊，伤咸呢就会容易产生的这个问题的嘞。好、哦，所以伫这呢，必须要和咱好朋友呢，那么小做姐了解着。所以呢，一定呢啊，咱尽量爱落少。啊，那讲平常较好天较凊彩些，因为咱咧啊，比如讲咱落肥啊，咱咧用水啊，咧水吼较少吼，咱咧饮水呢有这个。啊，有这个控制吼，啊，伊袂讲去落雨落像落雨，伊落甲规个，因为用咩板胶啊，是安怎？干水伤过头，这根都冻袂掉，对吧？啊，咱无这种的这个情形，对吧？咱无安尼，这款的这个，咱那是有控制这个情形之下，都无可能讲落甲去淹水淹甲这个根冻袂，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这是。咱好朋友呢，啊，爱小来解这了解到的这重点吼，所以呢，一定这个肥呢，在这落雨天的时阵呢，这个肥呢尽量落较少嘞哈。当这范围哦，咱常常咧讲啊，我这个一分地6公斤啊，6公斤哦，假设那是6公斤拢养肥哈。啊，比如讲6公斤拢养肥的时阵呢，应该都不啥要紧啊、哦，那个也是没有关系啊、哦，因为呢。啊，伊拢用亏用亏也无虾米款的这问题，好，所以这伫遮会当可能听众朋友，那么小做者这个参考哈，所以基本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么这一档可能好朋友呢小做者这個了解到哈、哦，所以那么伫遮就是讲咧管理的这個当中哈，反正
啊，拄到雨水，咱就是一二三吼，第一排水，第二罐头过紧，第三第汤海这个封地。这个过程对着这个肥料，咱一直无去甲吹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啊，有较正常的时阵啊，但是啊，有诶讲爱要安怎，无我着抓你咧做倒后面的时阵吼，你会当啊，这个伫后面只只只抓一寡这个微温吼，并讲利用这个四美八钙吼，这个做后面。啊，是讲伫这个灌头的时阵，咱灌一撮啦，这个生物刺激剂哈、啊，那么吼伊这个啊。因会当较正常的一个发育哦，还是讲啊，这个那无拄着水哦，因为那是正经啊，正经那无拄水呢，咱罐头迄阵会当予伊真薄的一个肥料，我讲啊偌薄哈，这大概就是讲，并讲咱一份地啊咧灌的时阵吼，并讲雨水多嘛吼，啊咧罐头呢差不多灌这个一百水两百水哦，因为一百水吼。你若有讲的差不多200水较好灌吼，因为你行路安尼要排趟吼，你当安尼点咧点咧，差不多100水吼，100水就灌甲稀咧咧。啊，100水100升的水，你改稀释100倍吼，稀释100倍的时阵呢，啊，你100粒的水哩，所以你等于就是一分地，你就用一公斤的这个肥料，或者是公斤的肥料，因为你这土下底吼，通常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讲，伊无去堵着水嘛。比如讲，咱讲的堵水的标准就是淹过沟面啦，哈。比如讲，伊有淹过沟面，是讲这个安尼要甜要甜，啊，迄个时间有超过两三点钟，这种呢，拢未使开玩笑啊。这卖赶紧就要改这个，甚至咧罐头的时阵吼，咱这个肥料咱拢卖甲浪费，啊，就是加这生物刺激剂的前麦绿藻啊，这个生藻素这种嘛，啊，这个讲。龙鳞菌啊，维他命 B 这几种的你做会用，那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底下来当我咱好朋友，你需要做姐姐了解点哈、啊。所以以这种雨季哈、啊，这种这个拄到这种的这个哈，等咱那是水分哈、啊，嘛去啊，等有小花去淹着水的这个啊，一种情形哈、啊。所以你一定爱。啊，会少来甲伊更加更加小心，因为你那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随便哈、哦，你无去改变掉这个啊，这个问题哈、哦，你就讲啊，都有诶讲啊，都不要紧啊，这雨停啊，较紧来落哦。那么这肥一个落落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也等到呢啊，这个加落加死诶啊，这无落肥反噬呢，这个无啥要紧哈。啊，但是呢，你那是落肥类呢，这等到就较容易出代志吼。所以咱一再去强调啊，这落雨了哈，这个雨水多的时阵吼，咱的一二三，这目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伫家呢，再次跟咱听众朋友提醒哈，今麦可能雨较无遐济啊啦吼，啊，但是那先讲连续落雨啊，这个影响，因为雨水了，第一就是这个排水哈，啊，排水淹水呢较严重的这个所在，甚至呢。尽量会当用 TV 哈，用人工的解决方式，较紧的可以个积水呢，会当来甲伊这个排掉哈。啊，那阵讲有的所在伊是有砍塑胶布哦，还有塑胶布，甚至有当时咱另外去甲掀柜对吧？甲塑胶布小块掀者，这目的要创啥？你用迄个土壤内底上过头侪，这水分呢当减一撮啦哈。啊，这个作物呢较袂。这个根吼长期去淡水堵水吼，去造成着这个伤害。那么这一寡只肉筋呢，拢足食辣嘞吼。肉筋呢，第一出名就是木瓜啦，吼、哦，木瓜就是上标准的肉筋哈、哦。那么佮惊堵水的有啥物物件？巴辣足惊堵水的啊、哦。那么这个洛梨，哈、哦，洛梨啊足惊堵水啊。洛梨呢，这个甘水哈、哦，这个得了。咱同事哈，阮电台同事咧问阿伯啊，讲，一个人，大家人拢叫人卖种洛梨，你拢你的讲法那全部啥共款啊？啊，我跟你讲哈，即咱伫电台捌讲过，因为只要你的所在呐适合种洛梨，你呐清楚你种的是啥物洛梨。我讲阿伯啊，你即句话啥意思？哈，就是讲你一定要清楚知你种啥物品种，这个品种是啥物特色。啊，你是要？你会想要安怎去做？比如讲，我要甲伊自头到尾，我都一行种几丛啊，种几丛啊，我唔免卖足济，但是我甲伊顾足品质的哈。啊，这个会当的迄范围拢卖用农药哈。哎呀，这种呢，
啊，你会当有真长期的一个这个时间啊，啊，这个会当保障你落力的这个品质。啊，这种呢，啊，你种要个会趁钱，不会比你去，未比你去欧北木去较歹哈，绝对会更加好做工贵。这是第一个这个要点啊。那么说来去，你另外算的这个就是讲，因为洛梨足惊堵水，伊个肉筋，迄嘛是一个足代表性的这物件啊。那么这个青菜内底吼，咱的啊，所有的这些粿啊，吼，所有的粿啊呢，这个大多数拢是肉筋的啦，吼。但是这个粿啊内底吼，伊有一几个啊，比如讲像卜啊啦、菜粿啦，吼，这小块较耐一熟啦。啊，这个较腰骨还好，但是呢，实际上粿啊拢足惊堵水的吼，所以这款呢爱注意。啊，过来就是肠啊，吼，肠啊、菇菜啊。那么菇菜腰骨还好一点点，这肠啊、酸啊这种呢，这不是算标准的一个肉筋哦，这种拢较袂感觉堵水。那么够一个是较特别的是讲这个火龙果，火龙果伊不是肉筋吼，但是伊千筋，爱千筋哦，你那是讲。啊，伊个筋会浮面啊，有当时啊落雨了，伊个筋诶，所有筋拢会浮面。啊，浮面吼，伊对着这个啊水分的变化，伊就较敏感，所以落雨了，你那是无适当吼。比如讲啊，落雨了放较大嘞，结果呢放者伤过好大，这火龙果拢会出代志吼。啊，一般通常这款的一个过滤吼。所以咱啊总讲拄着这种雨水吼，比如讲啊，这将近要生息啊。这来这内底上明显的是像这木瓜啦吼，木瓜呐拄到这种雨季歹天的时阵呢，迄木瓜还袂熟吼，你爱甲挽一挂，先挽一挂起来，挽一挂起来，啊挽一挂起来，这目的要创啥吼？这要加挽一挂起来，这目的呢最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你甲挽起来啊，互伊卖排个排啊重，我啊无伊会坐站袂掉，伊个排掉咧，伊也站袂掉。啊！你讲爱得阿袂价值，你甲挽起来，挽起来当做像木瓜当卖人一斤木瓜汤啊！哦，做这个凉拌木瓜丝啊，这起码伫市场上呢，其实慢慢这种的这个接受的这个程度真好哈、哦。那么别人我唔知影，不过个人呢啊，对这个凉拌木瓜丝啊，这种呢我实在是足介意啊。啊，我讲，阮都无爱迄个鱼露的味，啊，你无爱鱼露的味，你会当去做你台式的这个凉拌木瓜丝啊，这种呢，一种物件，你用豆油去取代这个鱼露啊。但是我感觉讲，这木瓜吼，凉拌木瓜无地两滴啊，鱼露在内底吼，有一种安尼啊，迄个安尼臭臭味，臭臭一种，这人的足奇怪，就是少了那个味道，一种物件品起来臭臭的，吃起来真的。这个口齿留香哦，我感觉那个甘头等到它会出来。啊，这种你也当采收去卖，多多少少还能够有一点点啊，这个收入哈、哦。这通常是安尼哈。那么这个一定爱适当的这个收购哈，这有些你无安尼做也排袂过哈、哦。那么落雨了，就一挂这个病害哈、哦，比如讲这个疫病啊，哈、哦，追凶哈。哦根腐吼，诶，烂根啊，烂根根腐病，并讲像这个一种叫做洛里的这个根腐病，实际上是来含疫病是同款的哈、哦。那你要去做这处理。那么巴拉有这个疫病，有这个虫家病，有这个乌青病吼、哦，啊，这个啊，咱像一挂这柑橘类嘛是同款吼，啊，炭疽病、花生啊这种的拢来做处理。那么火龙果呢，可能就是这个丝腐病吼、溃疡吼这种，这拢来嘛雨水过吼，啊会当啊做一个这个防治吼。啊，咱这个瓜果菜类、这个豆啊吼、这个一挂这个水菜吼、哦，这种的豆腐呢，这拢较容易伤着吼，尤其这个软腐病、细菌性的这个病害、疫病落菌吼。哦那么这种真容易来改这发生，所以就好了。就是第一排水啊，第二安怎罐头过筋，对吧？水先排掉啊，这个根部的这个叶病，咱来先做这处理。啊，你若无堵水，啊无堵水，你会当你都无排水这个问题吼，小块你爱大，大块你爱淡淡。咱会当去后面哦，这个洗肠兼罐头啊、哦，就是讲这个药啊泡较薄啊，肠心抓那个抓淡淡啊，无头的所在一定爱处理掉。我呐对粿啊来讲哦，上好就是罐头，就是讲你甲洗一遍，那么对后边呢，你啊后呢，搁转一遍这个后边啊、哦，
那么这些病害呢，都法度给控制掉嘞哈。那么在咱咧用药的时阵，就是讲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害一定爱啊，一定爱小注意啊。有诶讲，反正不管哈、哦，我就是掉了，而且反正迄个一定会掉，迄个免讲你。有诶讲啊，我等判断讲是细菌性的，我来用细菌性的这个药啊、药物啊啦哈。你若等你等你判断出来讲啊是细菌性病害，我要来用药，都有一点点来不及。所以一般同学们弄能弄会急进前啦吼，这有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又不是故意的啊，你不安呢啊，真歹真歹真歹过过不现在起来啊啊，一二三对不？这个排水吼、哦，第一排水，第二罐头，过根，第三病虫害，这个防治。那么刷落去，伊这个啊虫呢，心脉有滴个咧叮当啊，啊这个、时阵呢。啊，需要落肥，啊，要落这个，啊，就讲宝宝啊，哈，啊，是这个后面，哈、哦，这顶顶，哈、哦，这咱拢会当啊，伫这个期间呢，啊，来改做这处理，哈、哦，这希望咱听众朋友，那么伫咧关顾的这个当中，哈、哦，这个损失啦，哈、哦，卖改创啊，卖改创唔掉去，哈、哦，就是不要这个回过头，哈、哦。那么反正呢，上该要紧的，哈、哦，就是讲你啊，拖下肥会当落少，尽量落少，哈、哦。那么这个甚至最主要应该是别塞热了哈，这除非你做八位公布代志，那么去搞热，啊那无呢最好是不要施肥啊、哦。那么用后面啊小布置啊，等你正常的这个生长啊无啥问题了啊，咱该布的时阵呢，再来改这个布好势哈、哦。那么反正呢，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哈、哦、啊，有必要啊，咱你准备用再来用，那大概呢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哦啊、所以呢，咱好朋友啊，一定来小做者即了解着哈、啊。那么，伫这种处理的这方式啊，即、这个啊，咱讲下这边啊，这一二三，一二三哈。那么，即个一定爱甲伊做者这了解哈、啊。那么，有困难有问题，啊、这随时呢，拢含咱啊做者即个参考哈、啊。这度假呢，下午的时阵哦，好像天气还很好。应该有听到哈，但雷公一声哈，现在呢午后雷阵雨啊，啊，我讲啊，即阵几点嘛，个咧午后雷阵雨吼，咧落雨落啊，惊死人！这两天呢，啊，听讲即个阿伯阿伯伫咧，即无伫遮，那么落雨落甲吼，啊，好加在呢，阮咧葡萄吼是葡萄要个乌咧哈，有长啊，真咧所有葡萄拢完熟啊，真侪好朋友真关心，伊讲阿伯啊，你的葡萄安怎？敢有要紧啊？这甲咱所有的亲朋戚友讲，无赚钱，但是呢，啊，今年呢绝对赔了钱哈、哦，有一点啊钱要通赚啊。那么还是有工钱可以领啊、哦，所以大事不是咱所想的遐尼啊简单啦啊、哦。就是讲做事呢，那是步步拢伫咱的算的这内底，但是上起码咱因为咱有安尼去管理，咱有安尼去做。咱有安尼好好呢，来给这个安排，来给这个啊处理有好势，对吧？就是说，咱有安尼该咱做的，啊，剩的咱得当讲啊，我尽力的啊，我尽力的。啊，因为咱知影变哪这个损失的这个处理啊，变哪一步一步呢啊，这个按部就班，好啊，这就重要，好、啊，这千万唔通啊，这个青青菜菜啊，讲啊青菜啦，这不算要紧的哈。啊啊，这个如要紧的代志，如袂使凊彩哈，这不用太啊，不用太快啊。这金属真啊，这个金属爱看，这真要紧的代志，绝对唔通误白啦，爱看看啦。然、啊、后这金属啊，这种呢，这最重要，就不要啊，不要太过度着急哈、啊。但是呢，啊，一个你可以急啊，但是呢，绝对不能慌。好、哦，这你急，这大家人拢会急啦。现主持看，这个要够一点点啊，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的还可以啊，但是呢，即马问题来啊，对不？啊，问题来啊，咱可以急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不能够慌啊？你不能够去那个啊，这个太紧张啊。这慌的是讲你唔知安怎叮当啊，这个情景。就是乱了这个脚步啊，这个整个脚步都乱去啊，这个呢啊，这种这个不是特别的啊，
那么咱一定爱小知影一下吼，就是讲家己的脚步，那么啊，家己的这个有呢，爱小来个伊这个注意好些啊。那么这个物件呢，这咱一定爱小来创好啊。这些上面叫做创好啊，就是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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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啊，最后当然听见没有？好，小了解点啊。嗯，好，来欢迎咱所在好朋友呢。在我们继续时间里面靠我们可以转转有任何住宅使用上这么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卡6338601 6338601，这是可以转线好朋友多加利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一些问题啦。来来来，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挺多的先来看陈正昌。陈正昌呢问问阿爸老师的问题，哇，这个伊讲有关在做驾驶或者是一杯一体杯的时阵，这橘子皮或者是讲新鲜的这果皮等等，这方面呢，咱也是用些材料吼去用网啊，甲包好势，等你去糖啊袋内底发夹较好，还是讲吼下当吼，算讲因为安尼会当减少日后的过筛嘛，还是讲甲材料呢直接等落去糖啊内底，较有法度完全发夹，啊发夹了。然后呢，再过改过滤一下。但是伊有发现讲吼，好的时阵即过滤需要吼用这网啊呢过滤得很慢，而且呢很多渣渣会残留。啊，即卖那是讲吼用这个高压机即喷的时阵呢，就容易呢卡住。所以问老师，在做驾驶的一体肥有什么款的方式会当可以过滤呢比较快，啊细渣呢残留少。啊，如果发夹伊个素材呢，材质用网啊包掉的时阵，这网啊吼是不是会有水解分解？伊个水果皮酵素呢是10:3:1，但是呢，伊要快速吼使用的时阵，会当吼用什么菌来达成？过来就是讲用鱼肚的这残渣做液体肥，用什么菌吼分解不容易发臭？这个就是用那个活酵菌哈，但老师也跟你讲，过来个是 EM 菌呢，木霉菌，啊，个菇草杆菌，一个光合菌的部分，买回来有需要冰无？啊，在咱家有一些有哈，那这个部分呢，等一下宝妹写给你。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了要减少哈，挂草的时间，割球哦，伊在左右两边有用这异草时，防止伊生杂草嘛。啊，伫个割球当中呢，老两算讲应该是两公分，也没有两公分哦，两米宽吧，哈。伊个亚即个土豆卡，5-10天呢，用易肥菌哦，那种一肥啦、昆肥吼，喷即个割球的球头，啊，够后面，安尼即个割球的球头会不会抑制哈？因为有抑制草席协调的，啊，就会哈伤叶根哦。这个是麻烦老师。哎，这个一个一个来哈，这个这啊，咱咧讲的这种酵素哈，这啊，其实酵素就是一个生物的一个反应当中哈，就是一个酶哈，这种的这物件哈。那么这个一般咱咧讲，大概在市面上有两种，一种是价值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环保酵素哈，那么。这个环保酵素就是讲伊无摕来食吼，这个往来肥啦吼，这个物件吼。那么，有人会建议讲吼，那么你若要做的时阵吼，这个往来肥这个物件呢啊，卖个掺袂吼。这个目的是虾米款吼？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要像咱最好朋友讲的，因为这个你讲啊用往来啦吼，还是讲这个吼。那么像榴莲，迄可能你得千万都唔当去饲呀吼，啊，因为你有法多个剁个油啦吼，咧剁个脆脆安尼，应该是无啥要紧。啊，那往来呢，实际上嘛无啥要紧，但是你得爱个剁个脆，啊，无个伤大吼，也较粗细啦吼。那么这个物件，那么用这物件来做吼，这水果的这个皮吼，那么菜叶啊吼，当然这内底上重要就是讲卖。啊，卖用着水啦，吼，就是不是卖用着水，卖用着油啦，吼，所以大概是安尼。所以咱伊咧用大概就是，这个，比如讲1:3嘛，吼，还是有个人讲3:1啦，吼。那么三是啥物物件？比如讲你个水果皮吼，这物件呢，啊，这个小块有个咧做吼，就有一
因为小花甲三一下日，啊，我三一下日较来庆冬，诶，这袂歹哦。啊，那无迄个工嘛，不要紧啦，吼，无白日嘛，不要紧，啊，白日较紧哦，啊，无白日呢也算的哈。啊，你家己独独的，像尽量学伊较细地，卖伤大地，树林啊，迄个果汁机来虾米哈，啊，一种呢，当家己加加的，那个是最好啦。对，讲因为迄跟反应速率有关系，你啊伤大地，你反应得较慢，咱啊较细地，你反应得较紧。那么三分的水果皮，一分的糖啊，哈，一分糖啊，糖一般就是。啊，作势拢爱甲你讲乌糖，乌糖会使，然后啊，其实即个耳刷就好啊，因为你用迄水果皮吼，你光用那个水果皮啊吼，干那迄个水果皮安尼吼，即个做起来了呢，就已经很好。比如讲干那，迄水果皮本身就作势即个酵母菌啊，比如讲像黄奶啦、金蕉啦、吼、红果啦吼，这物件呢，那么伊即拢有即个酵母菌伫迄个顶，比如讲你黄奶甲伊。啊，榨汁哦，迄往来接那个榨汁起来，啊，伊、那个皮吼、哦，摕去做这个，做往来酥啦，啊，遐煎咧，啊个啃咧吼，啊，卖水冰吼、哦，算家己放一个晚上，啊，啊，你遐个摕去冰，哦，啊，也发酵，啊，若发酵你来开一下吼，你、哦、个往个开一下，拢干那往来接得啦吼，这种笋的原子啊，可以开一下开一下，那么大概放了五天以后呢，伊个。也发酵，但是也发酵发干鬼料哈、哦。那么一点点酒精哈、哦，一点点嘛酒还未完全是酒，还未生啦哈。啊，也糖呢有发酵鬼哈、哦，所以一个发酵鬼呢，一种的因，那是一个这种果汁的一个啊，这种发酵饮料哈、哦。这新疆呢，因有一种的一个什么丝哈、哦，这法拉丝还是什么？反正呢，就是那个卡瓦斯哈，卡瓦斯哦，卡瓦斯是因为一种这个饮料啊，一种，但是它是一个啊，这个很一点点嘛，你就是它那个很像酒，但是它不是，就是有那个风味哈，而且发酵鬼，而且酒喝里面啊，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喝。那么这个你也当去啊，这种呢，你该当改动作是酵素可以，但是这是饮料，还得还较清气啊。咱那是不被滴咩吼，咱就较青菜啊，等免注重遐济即个啊，即、这个成这即个物件好。然后就是来搅搅哈，即3:1啊，3:1料哈，即、啊这个几分糖十分水哦，所以呢，你再给它加一点水，那么这些就可以做出来这种同熊叫做环保酵素啊。那么这个物件哈，大体上哈，就是拿来啊，这个就是味道它不会很臭了哈。这做料好的时阵呢，神贵哈。那么也没有什么太的，那有人讲摕这来这采些水果啦，是安怎哈？这个我就觉得，摕来做清洁剂应该不错了。这物件是安尼哈，这种呢叫做环保酵素。那么因为这里在用的吼，就是讲上这个你若是要做清洁剂要用，是什么物件上好呢？就是那个是最好用，就是一个柑橘的一个皮。文旦呐、啊，老师，文旦很好用。对，就是柑橘类的迄个皮吼，一种物件呢。但是我一直感觉足可惜的吼，这其实你的文旦那是这个非常健康吼，无什么农药什么吼啊，这足健康的嘛，农药残留，这其实。给这些做这个物件吼，太可惜了，你知影无？尤其这种歹食的这个文旦吼，这种文旦呢，你就是话讲迄个物件叫做做出来叫做什么许吼？其实也当去做这个文旦醋吼，就用因为迄个皮吼，啊，你用一种迄个糯米醋啊，用泡的，这种是浸泡醋，伊不是发酵吼，伊是去个浸泡。啊，这个油啊，歹食，你个白白油啊，把伊个毛啊，迄较苦，迄个用较少嘞。啊，一定爱染油啊皮，个油啊皮，洗要清气。迄、那个青皮吼，啊，这个用一寡，啊，迄、那个白肉迄个所在，卖用伤济，吼、啊，白肉也苦啦。啊，这物件呢，佮浸起来呢，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足好食吼。啊，你有个人讲那个蚕藤创啥吼？要蚕藤，你临工就是要你家泡起来了，你要食的时阵，你才去蚕迄、那个。蜂蜜啦、啊，创啥？你要食偌甜，你来去掺啊。因为你掺糖类吼，人工要做这个啊，要做菜啊，啥物吼，就比较不好了吼。啊，咱那个这个浸泡起来了呢，这个个糖类吼，放过冬，啥物拢不要紧吼。一个摕起来做一个沙拉的时阵吼，并讲摕来做
和风酱啊，吼、哦，这一种凉拌吼、哦，海带皮，哎，它有独特的那个文旦的这个啊，这个香味哈、哦，这物件呢，哈、哦。那么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清爽啊！尤其你啊，食火锅的时阵用这温迄个肉，就是那个五花肉，还是讲迄、那个有滴食迄个酸白菜火锅，酸白菜已经会酸啊！你温这就较无尴尬。你若一般的火锅哦，你温这不会加食几啊滴。而且我反正那是到中秋节过了，咱拢会讲啊，尽量遐物件吼。啊，有诶好食诶食起，啊歹食诶歹食，你得改做这物件吼。这个大概把它们做起来，吼、哦，这个效果呢其实是还不错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款呢。那么因为你咧制作诶这过程吼，可能你拢无去改隔离嘛吼、哦，所以你咧发酵时阵，你家己你甲过滤，迄足歹过滤诶。其实那个是很难过滤啊、哦。所以一般咱是会建议讲吼，并讲你。你物件要落去的时阵，你要用个丝袜啊，迄俗俗啊，尔，对吧？因为你一盖做，你嘛不可能做足济啊。啊，你要一趟一趟，啊，你用个丝袜啊，甲尖尖的哈，啊，就给它放在那个里面。啊，另讲啊，真个摕摕去贵个，就甲摕出来倒倒吼。伫迄个园林呢，啊，是讲伫迄个倒倒咱的一个花盆内底甲看看的吼。那么这种物件呢？东西迄个一寡较比较不容易哈，较不容易分解的这个纤维存咧啦哈，所以你上好要做要发酵进程的时阵，就是讲上，要么你就是先解加加好脆，这种的，所以你将材料加加好脆，这是一个。啊，那无你就是用一个许较短的哈，啊，比如讲你用一个网啊，哈，啊这网啊呢，就用这种啊尼龙的哈，没你唔能你第一种棉布的迄种物件，棉布的吼，迄到时阵会烂烂。你的棉布可能呢，也原来被分解、哦啊、所以你用这个丝袜，为什么你强调丝袜？丝袜奶龙的啊、哦，这种尼龙丝袜这种的这個，那么这个你改诶小小个年嘛，对吧？哦、是讲已经有切破空去啊，枕头啊呀、脚头呀，啊脑破空，破空的所在咱个拍一下，对吧？啊，做你得让地来地啊，地地啊个落来啊，它也是会发酵啊，啊伊就无差了。所以这款的时阵吼，这过滤吼，这因为你咧用这个高压喷枪，伊就较容易一个。所以你啊，上简单的一个做法，上简单的做法就是你甲搞碎，啊，就是你给它搅碎啊，这个物件。那么有的人讲我做真大烫吼，我要安尼搅碎足困难的。那你也当买迄种搅拌器吼，啊，买白皮啊，迄个搅拌器。那些白皮的搅拌器，伊本身都有迄个搅碎迄个功能嘛。我甲搞脆啊，搞啊脆了，伊就较白啊。啊，另讲你要用的时阵呢，用一个这个有螺母头迄个所在吼，你爱去套迄个丝袜嘛，安尼伊就较白去啊，较白去脱掉嘞吼。所以迄破起的丝袜足好用的，对咱做事人来讲，我讲阿伯啊，阮兜都无人咧穿迄种物件，你当对吧？做事人靠人咧穿的，他有一定对吧？咱对家己也较好嘞哦。家己那是爱装个水水，就爱个装个水水，那都免客气啊。但是就是有这个物件，你都个老啊。那么这个还挺好用的，也当用这来改这个柜里哈。所以最主要是啊，所以你要好伊较无这种渣渣两个方法。第一就是讲，你要落去的时阵加好足油的，这是第一上效果上好的是安尼，因为加好油伊发干伊的速度紧哈。啊，过来伊啊，较袂去塌掉嘞。那么，佮另外一个就是啊，另外一个就是即、這个你甲包起来，用迄个丝袜这种物件甲包起来，还是讲用迄个网啊？啊，网啊，有诶，你若像往来吼，往来迄个肉管顶唔就一个迄个鳞片吼，诶，钉诶，诶，无啥分解哦。对，迄种物件你伊嘛是你用网啊戴嘞，迄种物件伊嘛造出来，你赶快来个过滤一解。啊，你若用丝袜啊，迄种物件解。会低调的，一般同常都干唔免吼，干唔免去。即所以你讲即个做酵素育肥有啥物方法呢？会当过滤较紧吼，那是讲即个啊无迄个残渣的、就是，啊未分解进程的先甲搞脆吼。那么即个材料你若要包用网啊咧包的时阵吼，即、這个一定爱买即种尼龙网，因讲人咧捡蒜头这种的吼，戴蒜头这种尼龙网啊。那么这里可以有利用两个吼，用两顶甲套嘞，那个也是有也伊往那迄个好个啦吼，所以迄个通常咱处理的时阵呢是安尼吼。那么这个水果皮的这个酵素吼，你这标准的13:1吼，
啊，这个水十分啊，这个水果皮三分啊，一分的这个糖。那么你若是要分解快速，你会当加什么菌哦？这其实你那是要菌哦，就是去买迄个酵母菌啊，这啊，人做馒头咧用的一种酵母菌，一种天然酵母，你甲加落去，伊速度会更加紧哦。但是啊，这种酵母菌呢，其实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哦。这个物件当然啊，不然那是建议啦哈、哦，就是讲你那是真正想要让它这个快速一点哦，就是讲你是水果皮来讲呢，其实你加一点啊，这堆回菌啊、哦。那么这个速度会加快很多，这个速度会加会加足紧的哈，这个大概是一样。那么这个那是用到动物的物件哈，动物的物件来讲，鱼啊、腹内啦哈，还是讲这个鸡卵啦、牛奶啦哈，这种呢拢是动物的哈，这种物件拢是动物的，鱼粉啦、骨粉啦，这些物件呢，你那是要做育肥的时阵，你爱加这个活酵菌啊。除了这个堆肥菌以外，你一定要加这个活酵菌啊。比如讲，你堆肥菌加活酵菌用一比一来用啊。啊，咱真侪好朋友就是讲，伊会安尼加一寡、加一寡、下一寡这个活酵菌来去，活酵菌下来哦，伊这个分解速度会加快哈、哦。那么相对啊，就是讲它也不会臭，它叫做袂臭的，这是一个真好的解这个方法的哈、哦。所以啊，不会建议讲你下这个活酵菌。这个小菌啊，这个物件是安尼，虽然时间的关系，我们稍等一下，再继续啊。好，来，我们稍微好休息一下，等你广告说了呢，再过来继续咱第二点钟的节目。